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Amen。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，挪亚人的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人的信既蒙神指示未见的事，就动了什么敬畏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。这预备方舟这件事是不是见证？是。见证这个方舟是见证前面的什么？信心。信心。那么人不因着信能不能够动敬畏的心？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一节二节，找到吗？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同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从耶西的本，就是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。你因着信，耶和华的灵才住在你身上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耶和华的灵住在你身上，这个灵就能敬畏耶和华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。那么你就有智慧和聪明、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是灵在敬畏耶和华，不是我的肉体在敬畏耶和华。我若不因着信，神的灵就不住在我身上，神的灵不住在我身上，我就不会敬畏耶和华，是不是？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未见的事，就动了什么敬畏的心。这敬畏的心怎么来的？因信，神的灵住在他心里，就是有使他有什么？使他有敬畏耶和华的灵，有知识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有谋略的灵，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对不对？这灵能敬畏耶和华。我若没有这个灵，我用肉体使劲敬畏耶和华，能不能敬畏了？不能。是敬畏不了耶和华的。信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因信，既蒙神指示未见的事，他才动了什么？然后再预备一只方舟。哪个在先？信。信在先。预备方舟是信的见证。这方舟就见证了他的什么？信。雪露夫人摸耶稣，这就是见证。他为什么摸耶稣呢？信。这摸耶稣，血肉止住了，摸耶稣就是他信心的什么？见证。见证也叫明证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他要不信呢，他不会去摸的，他要真信了呢，他就真去摸去了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不信，不可能坐在这里大热天来听道，对不对？我们听道就是信的什么？见证。是不是啊？信要真正的信，神就指示你了，你就知道怎么敬畏耶和华了。用什么来敬畏耶和华？预备一只方舟，对不对？对耶和华产生敬畏的心，
那么银环指示他说将来有大洪水，你要预备一支方舟。整个过程都是神指示的，方舟的高，方舟的长，方舟的宽，用什么木头，怎么做，多少轴，多宽，多长，多高，神指没指示？指示了，神就可以指示他方舟怎么做。你不见着信神指不指示你呢？神不指示你，你也不会敬畏耶和华，你也不会敬畏神，因为你不凭着信，神的灵就不住进你里头，神的灵不住进你里头，你就不会敬畏耶和华，你造方舟也是胡乱造，你信耶稣也胡乱跑，今儿跟这个跑，明儿跟那个跑，是不是东跑西颠的，最后跑来跑去得没得的结论？没有，没有任何的结论。有没有明证？有没有见证？你就不会有见证的，那见证全是胡乱见证。今天呢，三次会堂天天做见证，不信你去听听，那是见证吗？是不是见证？是。你可以去听啊，你看看他是不是见证，是属灵的见证吗？跟属灵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呢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信你看他读的那段经文和他那个做那个见证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们就在那做见证，下面那些人啥歌了听啊，阿门，还喊阿门，是不是啊？那群听的人糊不糊涂？糊涂。那讲见证的人糊不糊涂？他晓不晓得他讲的见证是出于自己？见证是出于自己，是出于神。如果见证是出于自己，就怪了。是不是啊？出于自己那就是人的见证，出于神的就是神的见证。神的见证是在天上见证下来，在万有之上，人的见证是在万有之下，所以把神的见证和人的见证给区分开来，这样属灵的见证和属肉体的见证有没有明不明显啊？明显的。有的人为生活做见证，有的人为生命做见证，对不对？为生命做见证是在万有之上的，为生活做见证是在万有之下的，所以这两个见证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它的出发点，这个源头不一样，因此就产生不一样的结果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群人，你只要是认真听，你一个也不要含糊，你一定能听明白我在讲什么，你都能明白我在讲见证，是不是？造方舟是信心的见证，一不是要造方舟为了证明我，为了证明我信心，我为了证明我信心，不，这个见证是上帝为了证明你的信心，听明白吗？上帝让挪亚预备方舟的，不是挪亚要自己预备方舟为了见证我的信心，为了表现一下我的信心，这对不对？造方舟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我拿着方舟要表现一下我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不对。只要我在信心上，神就会指示我怎么造方舟。我造出的方舟是按照神指示的造的，是神要借着方舟来干什么呢？见证我的什么？神要见着那个血漏的女人摸耶稣来见证他的什么？信心。我在这个地方上回讲的是什么？知识与见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回讲的是知识与见识。讲不讲过知识见识？讲过。我在这地方讲的是什么？现在讲的是见识，都很深，深不深？感谢主的恩典，身材好了。我这样讲，弟兄姊妹能听懂吗？如果挪亚自己
想要造一个方舟，这个目的错没错？错了。错了。神指示他怎么造的？神在圣经里面，包括方舟那个木块，用什么木头做的？是不是戈非木啊？是的。连戈非木神都指示他。这方舟是多长的？都指示多少轴的？都指示他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高是多少轴的？宽是多少轴的？是不是啊？对。造几个窗户？几个门？是不是啊？用松香，这是不是都神指示他造的？是的。如果挪亚自己造方舟就坏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造的，能不能抗过大洪水啊？抗过。那个洪水大不大？大。漫过高山多少？15种。是不是15种啊？15种。漫过高山15种，自己造方舟能不能抗住大洪水那个浪子给他冲击啊？抗过。一定不会经过风浪的冲击的。神给你建造的工程，风吹雨淋水冲撞到房，撞到那方舟，方舟总不倒塌，总不破碎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因为神指示他的工程，从前面他就是用什么信蒙神指示，未见的是神说要发大洪水，我要灭绝全地上凡鼻孔里有气息的人和动物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这叫未见之事，所以未见之事你就去信了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你别总信见的，我信的都做买卖盈利了，是不是？信我今天是生个大胖小子，这傻不傻瓜？是不傻瓜？你是今天是见的西蒙指示未见的事还是见的事？未见的事。记住这句话，这句话很够你吃一辈子。蒙神西蒙神，你因为信神就把未见的事指示你，这叫未卜先什么？你就是先知的，没有职分你是先知的公众了，你会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。什么叫先知？挪亚是不是先知？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先通知了他，先给他信息了，先通知他了，他先知道了，这叫什么？神还没毁灭这个世界，上帝先叫我们知道，这叫什么？我们这群人就先知道了。所以我有什么的功用了？先知的功用，但不是先知的职分，是先知的功用。我现在不是职分，不是先知的职分，是什么职分呢？传道人的职分，是不是？我要把上帝指示我这个奥秘传给其他的人，这叫什么职分呢？传道人的职分，是不是？做传道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需要的就是未见的事。我要想知道未见的事情，那么说看透万事，所有的未见的事情我都知道，我必须先建立在哪儿？神才能指示你未见的事，你才能被神使用。听没听明白？神就喜欢信，你就没给他信，你没给他信，神就不指示你未见的事。你不指示你未见的事，你就在那胡诌八扯。你胡诌八扯，那个胡诌八扯的人多不多？多的是胡诌八扯的。他明没明白救恩？那救恩是不是奥秘的？那救恩起初像上古时代是不是隐藏的？是的。它是个奥秘，是个包，是包裹的，还没揭开呢。人不知道的，人既然不知道，没揭开的事情就叫隐藏的事。对。这叫奥秘的事，对不对？像上古时代也不隐藏。隐藏。罗马书，看这段经文啊。神就把奥秘的事指示那些敬畏他的人，那些信他的人。我们看第25节，罗马书第16章第25节，找到吗？找到，咱们一同来读第25节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
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了你们的心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无疑全智的神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感谢主的恩典。像在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今天显没显明啊？奥秘的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，我们今天是奥秘室的管家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奥秘室的管家？那么这个奥秘的事今天被你知道了，那么今天你知道，你先知道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先知。先知先见，有的地方叫先见，先见就是先看见，先知就是先知道了。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先知神奥秘时？愿意。那么今天呢，你在哪儿？信上，对不对？就在信上立章程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的信就救了你，挪亚的信救没救了他的一家呀？救了他的一家。今天你可不能够听信那些荒谬无凭的话，老妇荒谬无凭的话，一会儿对你耳根说这谁家的姑娘就嫁给谁家的小子了，一会儿又对你我又这样看见那看见，都假的。为给主做见证的就是什么？这经。真正见证在哪里的？在圣经里头，对不对？真正见证是谁做的？是神做的？是人做的？是神做的。神做的。我们今天接受了神做的见证，就有这见证在我们哪里啊？心里。要别听信人的话，你听信人的话，你跑不多远的，你跑来跑去，上帝不喜悦你，就是跟人跑，没有好下场的。咱们今天不能跟人跑，那么今天呢，很多很多的人跟人跑，是不是很多人跟人跑？是。这领头说我信，大伙说我信。这领头一旦翻道了，那么大伙就跟着领头一同翻道。这说明什么？这一群人信的是耶稣啊，是信领头的，信领头的。这群人说完蛋了，是不是完蛋了？神今天叫你听神的话，是听人的话；跟人跑是跟神跑，因为人都会死的，因为人都会进火葬场的，只有神是不死的。叫你跟神跑，好不好？耶稣胜过死亡，叫你跟他跑。不管谁，今天就领头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教会的牧师、长老在前面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他翻了，你别翻，好不好？你别翻，行不行？咱们今天就是不跟人跑，怎么能显明不？因为你与神同行，你先是跟耶稣基督、阿尔法和欧米伽的一位主联合了，是不是联合与神同行了？神就要在中间考验你，就借着人说一些话，看你听不听这个人的话。你要听人的话，证明你根本跟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，一点瓜葛都没有。神要不要试验？试验。神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？个人不是试验大伙，是试验一个一个的个人试验，是不是？我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是不是神要试验个人的工程？是。那么你今天被试验的时候，你个人能不能站立得住啊？你跟人跑，你个人能站得住？神不是试验把你们俩拿一起来，你像唱歌似的，你俩一个人不会唱，俩人在一起唱来，三个人在一起唱，神会不会这样的？不会的。神单独滴露出来，来你唱一个来。你如果平时就是什么呢？滥竽怎么着？你听不听滥竽充数？就这样，人家吹的都是什么？都是调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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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吹的好不好？大家看呢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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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有一天的王说了，你都给我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来，不能在一起大伙都吹。
那烂鱼到那里混银子的，混小大钱的，是不是啊？一听要一个一个催，他有没有那个水平？没有。他不会，没有那水平，他怎么办？跑了。趁着人多，弯下点腰，别叫王看见，偷偷溜走，是不是啊？这烂鱼怎么的？充数。教会里有没有烂鱼充数的？有。那烂鱼还不多呢，还是吧？是不是啊？还很多呢，是不是啊？充数的人多不多？多。假信的人多不多？多。跟人跑的人多不多？谁帮唱影的多不多？这样的人，你还想活着被提吗？啊？你想活着被提吗？甚至有地方，我没事信我就信，没事说你错我就说你错。我的嘴是给牧师长，我的心是给牧师长的。牧师说你对了，那就是对了；牧师要说你错，你就是错了。牧师怎么信，我就怎么信。牧师信东方闪电，你信不信？啊？牧师信邪教，你信不信？你也跟牧师一同跑吗？糊不糊涂？缺不缺心眼？二百二百五，这一定是二百五的人。小钱脑袋小钱点，你今天是给谁信，你就必须晓得。周宝说：“我晓得我所信的是谁，对，我知道我自己信的是谁。你信谁的？你看挪亚，你看谁也没指，就指着他了，也没指着他儿子，也没指着其他他老婆都没指，儿媳妇也没指，就指着挪亚了。但这一家的人齐心合意的都听挪亚的，是不是啊？”你今天上帝在世代中间兴起的那先知，还兴起的那些使徒，谁不听他的，谁就有好果子吃，是不是啊？你所跟着那个人跑的那个人，他有没有得到上帝的默示？如果得到上帝默示，他能跑了这么多年错道吗？你得想想这件事，是不是啊？你所拥戴的，你所尊重那个人，他跑了这么多年，跑成罪人，是不是啊？终于今天呢，神把这道借着一个人把他翻过来了。你还听谁的？你还听原来带错路那个人吗？还跟他跑吗？啊，跟不跟他跑了？跟他跑都是傻子，缺心眼的人，肯定缺心眼。那命是你的，他上不上天国下地狱了，那么今天你跟他跑，你是不是受影响了？是的。受不受影响？那一定会受影响的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命可是你自己的，就这一条，是不是啊？没有第二条了，没有来第二次机会，像考驾照似的，第一次没考过去再来第二次，有没有第二次了？没有。命只有几次？一次。你的信才能救了你自己，别人的信代替不了你，听没听明白？你说别人信的好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比我信的好，那么他比你信的好是他得着的，那么你今天呢？你说信的不好，谁受亏损的？自己受亏损。别人身体好，信的好不会影响你的，那么今天你信的不好也不会影响别人的，听没听明白？上帝要的就是信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嘎帮结伙的，也没有来咱们俩合起伙来信。挪亚就是一个人，以诺就是一个人，亚伯就是一个人，亚伯兰就是一个人，上帝每次呼召就是一个人，不是多个人，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不信你看，你从创世纪往后捋，是不是就是一个人？一个人紧接着又兴起一个人，这个人下头了又兴起一个人，再兴起一个人，再兴起，紧接着一个一个兴起，对不对？最后兴起个耶稣基督，是一个人，是，不是一大堆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想敬畏神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想敬畏神，必须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，因为挪亚就是因着信。既蒙神指示，因为你信他指示你啊，他指示你，最后呢，你有重生的灵了，
这个动了敬畏的心，这个心是灵，这个灵不是人的灵，就是耶和华的灵，使他有智慧的灵、谋略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。那个此举叫死，经义是叫什么？经义那个经义不是经义，都翻译成经义了。圣灵是叫人活的，是不是圣灵啊？那个经义是圣灵的意思，是叫人活的。也就是说，圣经里很多的这个心，或者是灵，都是指谁说的？圣灵说的，对不对？圣灵来了，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。你想明白真理吗？圣灵来了才能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，不然你圣灵不住进你心里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是不是？你听过来丢了，听过来，为什么有的人听过来丢了？为什么有的人翻道了？就是听来听去丢了，因为它里边有没有这灵？没有这灵，能不能守住神的道？你没办法守神的道，靠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，牢牢的才能守住这道。得有这圣灵才能守住道，没有这圣灵怎么守住道？没有圣灵的人，你就是跟人跑的人，你就是听人话的人，你就是时时都会翻道的人，因为你里边没有这个敬畏神的这心。你不要写心，你要写成什么呢？使他有聪明和智慧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灵是谁？记住了，我说这话，你看他保证是圣灵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再看一段经文，看一段经文啊。我们看《罗马书》第七章，《罗马书》第七章第六节，这里的心灵是圣灵，这心也是圣灵的意思。那么这里的心灵也是圣灵的意思，只是人给翻译的时候就故意给翻译成心灵，但你念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不要把它念成心灵，要把它念成圣灵。因为人呢，这个理解能力，就是他被光照的有限，所以他翻译出来的他就有限。他总感觉圣灵好像是不对，所以他后面加上了心灵。我们注意看这段经文啊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照心灵的心样。心灵或做什么？心灵这里边原文做圣灵，但翻译的时候给翻译成什么了？但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一定要不要把它读成心灵，一定要把它读成什么？圣灵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主的灵在我们心里头了？那么现在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就是大能大力运行在我心里，是圣灵，对不对？有的宝贝放在我心里，是不是圣灵？你绝对不能把它翻译成心灵，因为它不是心灵的意思，就是动了敬畏的灵。这个动了敬畏的圣灵，就是使他有知识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个灵是耶和华的灵，他能敬畏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我不信这灵不住进去，我不住进去，那么我就不会敬畏耶和华，我也不会照着耶和华的指示预备医治方舟。听没听懂啊？再看一段经文，再看一段经文啊。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这里的经义就是圣灵，他给翻译成经义了，其实是圣灵的意思，不是经义，是圣灵义。听没听明白？你看这段经文是不是圣灵啊？
第六节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自取，乃是凭着经意。乃是你把这个经意翻译成圣灵的意思，它的原文是圣灵的意思。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，经意或作圣灵。我现在给你翻查了几段经文了，三段经文都说是圣灵，对不对？这心也是圣灵的心，人没有圣灵他不会进入耶和华，靠肉体不能进入耶和华，必须圣灵住进来，是吧？圣灵会指示你怎么样进入耶和华，圣灵他就会进入耶和华，这灵就能使人进入耶和华。因为是谋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，这灵就是敬畏耶和华的。没有这灵，你就不会进入耶和华，也不会蒙神指示未见的事。听懂了吗？我现在给你查这经文，你看不看到？可能是你从前你都没那么想，就光念的括弧里面你记几乎就是不念，括弧里面不念行不行？不行。括弧里面不念，我们就光念括弧外面，因为括弧里面它是说圣灵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因为我看括弧里面，我也看括弧外面，我看那括弧里面写的什么。因此呢，我才知道那个不是指人的灵，也不是指人的肉体，而是指圣灵说的，对不对？经意是不是圣灵？是圣灵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，第二章第十节，只有圣灵才能把这件事显明出来。显明就是什么？圣灵把这件事显明出来叫什么？见证。这不是我们要表现，是圣灵要显明。只有神的灵将这件事显明出来，这叫见证。宝贝放在我这显明着莫大的能力，是不是显明嘛？宝贝是谁？圣灵。圣灵住进了我心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谁？圣灵要把这万代的能力显出，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不是我要表现，是圣灵要显明，对不对？看第十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怎样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。谁在显明啊？谁在参透万事啊？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圣灵能参透深奥的事，你相信不？相信。你不能参透，他能参透。他为什么神要在我未死以先必须把圣灵拆到我心里来？不拆到你心里来，你能不能参透万事？你能不能知道那深奥的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啊？因为这是奥秘，圣灵不住进来你能不能知道？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得到救恩？你不能得到救恩，你能不能成为神的儿子？不成为神的儿子，能不能接耶稣来了，能不能接你升天？如果能的话，你那叫做梦，白日做梦。白日说做梦娶媳妇儿，做的是什么梦？是不是做美梦啊？圣灵指不指示你啊？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现在是要知道神的事，是要知道人的事。那么，除了在神里头的灵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既然不知道神的事，而且神还必须叫我们知道神的事，就必须打发圣灵住在我心里，好，圣灵好指示我知道神的事。我今天能知道看到这么大的亮光，是圣灵指示我，还是我够聪明？圣灵指示。是我靠理性，是我靠理性推理出来的，还是神圣灵把悟性赐给了我，使我明白了他的救恩的奥秘？他为什么指示我呢？他为什么指示我？
我不好啊，我比别人都不好，也都软弱，是不是？该牙疼的时候也牙疼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指使我？是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聪明啊？不是，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愚昧。我没有可夸的，是不是？他指使我，我既没文化，又没有聪明，又没有智慧，又没有身高，又没有长相，又没有社会的阅历，又没有势力，身就简简这样一个人，就叫许多人就在那可望不可及了。因为他怎么知道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要知道就坏了，因为你够聪明的，是不是？上帝拣选愚拙的，是要叫聪明的怎样？上帝拣选软弱的，叫强壮的怎样？上帝拣选没有的，叫那些有的怎样？羞愧。这就知道神为什么会拣选我。初中毕业的，高中没念上，就直接就考满足文工团了。神就只是这么一个人，而且从那山沟里出来的。你要从大城市出来的，他都不用。因为大城市出来也没有文化的很少，是不是？山沟里出现的没有文化的特别特别多。神拣选那些渔夫有没有文化？他们都是无学问的小民。听没听没？是这是圣经亲口做的见证。耶稣学没学过？没有念过书。但耶稣明不明白圣经？明白。这要显明一件事，就是耶稣所得的知识和智慧不是从人来的，是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神就要见证这件事，他所给我的知识和智慧都不是人那里学来的，不是从人那里领受来的，乃是从神启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的知识和智慧才能够叫人听见的人受益，从天上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上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，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参透神的事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怎样参透。他为什么把圣灵打发到你心里去呢？为的是参透神的事。只有参透神的事，人才能晓得生命之道。晓得生命之道的人才有敬畏神的心，对不对？你才能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一只方舟。所以方舟的长短挪亚给改一下行不行？不行。这显得你不敬畏神。方舟的高矮挪亚给改一下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。方舟造的那个几层几层的给改了几层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的。神只是挪亚造方舟肯定是几层都定好的，是不是？用松木不用戈壁木行不行？不行。咱就用你家的家那门口那大杨树放倒了就开始造方舟行不行？不行。水一泡那杨木完不完了？杨木抗耐不耐泡？不能。抗不抗撞击？不能。不抗撞击的，一泡就酥了，一泡就难固了。但戈壁木能不能难固？那么你一泡就完了。你今天这工程是用你自己的方法造的，你肯定会倒塌的。这工程如果是神指示你的，你永远都不会倒塌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工程是神指示你造的。今天我们建造属灵的工程有没有自己的意思？也许的人这么指示我，那么指示我，我就是不听，我只听神的。因为起初是神指示我的，今天我也必须照着神指示我的去讲道。神告诉我这么讲的，神告诉我那么讲的，神告诉我在这地方怎么成立城，在那地方成立城，我都不听，我就听看神怎么指示我。起初是神指示的，一直都得神指示我，我才能听，对不对？他是按时分粮的主，他保证不会叫他的儿女饿着，肯定有粮食供应给他们，对不对？约瑟，上帝起初兴起的约瑟在埃及地干什么？涤粮，是不是？跳粮，是不是？涤粮跳粮，涤完了就往跳，涤是入，跳是往外出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也是开始涤粮，后来就往外怎样跳粮。好，咱们再看，
这是圣灵要把他所指示的话来指示我们。第十二节，我们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只有神而来的灵才能够晓得，你才能够知道神开恩所要赐给我们的事。神为什么差遣神儿子灵进入我的心呢？就是要叫你，这个灵要指示你，叫你知道神是如何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你必须知道这件事，你才能感恩。你知道救恩才能感恩，你不知道救恩能不能感恩？你得感恩嘴皮上的感恩，因为你不知道救恩，你哪感恩？嘴感恩。不知道救恩的人乱跑，他上哪去感恩去？都没有找到安歇之处，是不是？连罪的问题都没解决，怎么能解决称义的问题呢？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还要再往下看啊。第十三节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不能用人指教，是不是？不能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。圣灵住在你心里，就是要指教你言语，对不对？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或者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。这属灵事得讲给属灵的人，属灵的人就是属神的人，属神的人就是重生的人，讲给这些人，人才能听懂。你讲给血气的人能不能听懂？他不但不听懂，还骂你，还抵挡你，还攻击你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不是属灵的人。你就等于把圣物给了谁？把珍珠丢给谁了？他回头反而就还干什么？咬你。耶稣就是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用属灵的话讲给属灵的人听，这个属灵的人得不得到造就了？啊，往下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。圣灵住进你心里，这是不是圣灵的事啊？他不理会圣灵的事，反倒怎么样？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啊。所以他不知道原因，是因为他里面有没有灵？他里面没有灵，他没有灵，他当然他就不知道属灵的事情。他不知道属灵的事攻击你，正不正常？正常，正常的，他肯定攻击你，对不对？往下看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，就是能看透主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你有没有基督的心了？这基督的心就是基督的灵，有了基督灵就是有了基督的心。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以基督的灵为心。听没听明白？所以这个里边的心一定解释成什么？圣灵，是吧？动了敬畏的灵，动了敬畏的圣灵，圣灵能敬畏耶和华，谋略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，就成立了，对不对？挪亚造方舟是他信心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他信心是造方舟的基础，信心是造方舟的基础。那么造方舟是信心的什么？见证。听没听懂？他没有这个基础，他能不能造方舟？他不能造方舟。他造方舟绝对不是自己想怎么造就怎么造的，绝对不是自己的意念告诉他你要造方舟。现在很多人跟什么跑？是不是？跟什么跑？跟意念跑。跟谁的意念？你一定要知道圣灵的意思，不是你个人里边想出一个意念，他
他一定有话的，他不是一个意念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是个意念就坏了，他有话的。凡听见我声音的，有没有声音？有，他是有声音的，他不是一个意念。你 突然里面出来个意念，那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。有一意念告诉你把你儿杀了，是从圣灵来的吗？不是。亚伯拉罕突然得到一个声音，从天上来的声音，不是意念。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把你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儿子，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地献为燔祭，是不是一句完整的话呀？神对人说话是一个完整话，是叫你清楚，叫你明白的。有的意念叫你干什么你都不知道，是跑来问我的。王弟兄，你看我这里边突然有意念告诉这稀里糊涂那句话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神会不会对人说不明白的话？不会。现在新约救恩已经显明，神会稀里糊涂地对他的百姓稀里糊涂说话吗？不会。会不会？新约神会不会用梦来告诉你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有圣灵已经把这事显明了。这救恩显没显明？显明了。神就直说了，你看这圣经就耶稣就直说了，是不是？就不用再用比喻了，最后就直说了，是不是？打比喻是在什么时候？救恩未显明的时候打比喻，对不对？等救恩显明的时候还打不打比喻了？已经显明了，那包已经揭开了，你还有什么用呢？就像有许多人还能扣那旧约的奥秘呢，使劲扣旧约奥秘。旧约的奥秘在新约里显没显明？是不是显明了？显明完了，这包都打开，知道里面装的啥了，你再去整奥秘的事还有没有奥秘了？没有了，这不叫奥秘。整个的新约把旧约那个包解没解开？解开了，解开了，解开又跑后边，又跑旧约那扣那旧约那包去了，一个一个扣包，那扣那脓包，扣来扣去的，越扣越糊涂，扣错了。因为旧约你不要用旧约去证明新约，乃是用新约去证明旧约，对不对？新约是旧约的什么呢？听没听明白？旧约是新约的包，是不是包？没显明叫包，显明叫什么？见证了，把它显明出来就叫见证。什么叫显明出来？就是上帝在旧约隐藏不言的奥秘，今天已经什么？显明出来，显明了，你又去整旧约整奥秘的事，这东方闪电净整奥秘的事，把许多人骗的，特别那女的，啊，骗的这。骑个自行车能跑出80里，他也不怕他屁股磨出茧子。